哎，这个都是面。这是荞荞麦还是？哎，荞麦配麦的面，两钱儿。我要一碗，五块钱一碗的饸饹面。这半机械半自动化的，手压的。以前的老式的是不是还有那种大木头的？大木头的很长的，跟压水井那个缸一样啊。啊，这个漂亮。这个好。一天能卖多少碗？一天一百多碗啊？这都知道一天多碗。哇，那厉害。吃多了大鱼大肉，吃点这种杂粮的也挺好啊。杂粮。杂粮。这要煮几分钟啊？一会儿就好。那这个一天一百多碗，五百块钱，跟外出一个青壮年打工啊一样啊，差不多能挣两三百块钱，可以吧？那你很厉害，你两三啊，两个人呐、啊，我还以为一个人自己呢，一个人弄不过来，那是。这是没事干，俺老伴儿、哦、这两天孩子搁家嘞，他们出去啊帮忙嘛。是。看一下，我在这个凉水里边。我看看，其实这个分量很大的，我感觉这五块钱一碗，能挣个一两块钱。嗯。啊。本着能挣多，俺没挣。啊。啊。你都涨了，俺没涨。嗯，其他地方都涨价了，你说。嗯，确实。这是蒜醋吗？醋哦，蒜汁是蒜汁吧？这个是，这是葱花油。葱花油，嗯，还有芝麻酱，嗯，哎，可以了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感觉就好吃。嗯、好的，谢谢。五块钱一碗的饸饹面啊。真的吗？很筋道啊，荞麦面加上小米面，哎，真的很筋道、啊。好吃，嫩嫩的，嗯，哎，没有吃肉，但是味道确实挺好。